我的一出嚟三秒三，唔记得廿三廿四，好似系廿二廿三，有一日咧，我哋班有个女仔就话咩？关于我段片啊，2017年2月中嗰段片话关于男女坐埋一齐痴痴呆呆嘅，有讲有笑话嘅，有个咪情侣关系，跟住又喺度讲，话俾人听佢都知啦。中三嗰啲发生好多嘢。即係舊年收廿收過咧，啊第一日地理冇課，禮拜六啊，每個星期六都要。請咗個，好似讀緊大學進修地理嘅個嘅過嚟補課咯，導師啊做一個。望佢樣應該都廿五六歲嘅應該。唔係，因為考 DSE 之前補課，佢都喺度，不過係網上啦。你都記得我考 DSE 嗰陣開始疫情，基本上唔真下下都翻學校。老師又見你唔到，你可以攞住部手機出街都得。當突然間揾你答問題嗰時咧，揾個機會靜靜地咁樣講。但又唔係喎，因為要講書咧。所以你出到街乜都唔識咧，邊時見到聽到你，原來喺街度咧，即刻就屌出嚟。我講一件事，細佬今日放假嘅，因為拜我爺啊，兼同我表細表哥，見到佢玩嚟玩去都係玩一百阿伯，咁同佢都係玩咗三 round 六十四嘅，開嚟個 round 係租佢之地，第二 round 係小圓點，玩小圓點嗰個六十四積木係冇變過嘅，依然都係 A B C D E 點，將個 break 就由一百阿伯嘅1700跌到去1000啦。呢、這個叫改變。我只係想講，落喺征服咧，會有一個原因令到你根本唔想玩，就係地圖太細啦。兼且嚟去都係 cam 喺嗰個位，攻都攻唔到，點玩啊？請問，其實真係玩一彎已經玩兩彎已經好悶啦。那個模式帶出唔係咁都唔例外啊！賽季征服，即係四張。都唔知道你嗰啲咩垃圾邊個？點解係都要諗呢啲？玩到冇乜感覺咯。我都係玩一百八嘅啫，四張地圖呢個星期，冇邊個見到羅四征服，好撚弱智。呢隻 game 唔適合玩羅四，因為地圖大嘅關係。地圖大關係，跟住點與點之間，佢又拉得好長。佢仲要咧，每個位嘅點與點之間冇改過，所以落去先話一啲都冇玩完。你睇到啲片就會解釋到點解我唔想玩六十四。
冇計啊！啱啱講過呢個星期要 handle， 要玩四張地圖，你個肺啊！係啊，依家都有人發過咧 ，CAV 嗰個 time skin 解唔到，即係簡單嚟講，你記得之前4.0點樣更新，咪話解決咗問題，吹水唔抹嘴，定唔知個理解錯，冇解過，真係冇解啊！見到有幾個人都話係咪佢冇整呢個 skin 嘅模型出嚟？其實唔係，點解好多人唔知嗰個 skin 其實封咗，其實係解決咗，唔知個問咁你記得兩個星期之前咪禁止咗個 skin 嘅，但係嗰啲人唔知嘅，基本上冇人知道呢個消息，有嘅好少。依家有個消息咧，就話 EA 啊會喺4月28日考月啦，就宣布咧，唔係宣布，係正式啊，4月28日下個月就話會將會喺所有遊戲嘅商店啊停止售賣1943 BF 啊。Bad Company 同埋 Bad Company 二，即系 BC 同 BC 二啊，呢三隻 game 停玩啊，而且 EA 就會喺10月8日到來啊，關閉所有喺呢啲 game 嘅線上服務。佢哋啲線上服務刪除咗咧，就玩唔到啦。但系依然都可以玩兩隻 Bad Company 嘅離線內容。小不了應該是玩單人戰的，你沒人玩到了。曾經你記得2014也停過輸的，不過很多玩家都自己找一個方法去用那個加速器 Open Spy 就可以玩回，不過好輸的。現在我們都還有2014那個位置仲可以玩，不過冇攞出嚟。依家好似熱翻，但係去到之後又雨勢多啲。